the first time in years。来喂你们一口。我刚刚在家吃了饭，然后待会儿打算去图书馆跟同学一起学习，因为我周一没课嘛。如果我周一就是没课，然后一直在家里的话，我就可能就是玩一天手机了，写 paper， 然后晚上要去戴拉家吃火锅。今天是14度，好学生装扮，好久没有背过书包了。然后里面穿的是 Kiss 的这个hoodie， 然后外面穿的是大王的一个黑色牛仔外套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去图书馆学习了。这些都是我们要烫火锅的料，然后戴了买了肉，我买了菜呀、豆腐、鱼豆腐，然后零食啥的，吃火锅。嗨，贤惠的 Yellow 三盘大肉。然后今天吃的是 Della 从北京带回来的火锅底料，这是我给大家带的饭后甜点，沙琪玛。有几个？八个。我天，豆腐一定要把这个水给它这么挤出，涮火锅的时候它才比较能收吸那个汁。我们要不要来干个杯呀？来，春节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带着桃酒，带老板，你看那个队友能作弊了。嗯，对。哇，我们的奶茶来了。还能不能办了？你们要是拿出一个好的创意，先听我。大家周二早上好，我现在去上学的路上，好像有点吵。我刚刚去星巴克买了 soy latte， 还买了一个 cheese danish。今天波士顿又是阳光，超级好，14度好像。你好委屈啊。5分 out of 10 out of 100。当然还是吃寿司啦，点了一个这个鳗鱼牛油果，然后这个是三文鱼在上面，然后红薯 tempura 在里面，超好吃。好大一个。这盒寿司在吃口这个姜，但很多人都不爱吃这个姜。终于回家了，今天作业好多，不多废话了，赶紧开始学习。现在来我们楼的 study lunch 学会儿习。拜托，一定要没有人，一定要没有人。哈哈，没人，太好了。我不知道你们也是不是这样，就是我自己在家的时候真的有点学不下去，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来我们楼里的这个 lunch 学，然后如果没课的话，可能去图书馆。不然我真的在家就是滑手机，然后吃东西，特别容易暴饮暴食。啊，好香，好香。然后现在要去一趟苹果店，因为我的电脑用了特别特别久了，我觉得必须换一个新的了。我最近有一点想改变我的眉形，因为就很多人都跟我说，觉得我之前的眉毛有点凶。要这样，你们觉得还凶不凶？我稍微把它弄平了一点。走了，出去买电脑了，穿了一身黑又是。
去完苹果，因为旁边就有 Trader Joe's， 就顺便来了一趟。今天收获满满，买了一大袋子 Trader Joe's， 然后满终于把新电脑给买了。我昨天还在 Ins 上拉了一个投票，就问大家，是有 Touch Bar 好还是没有 Touch Bar 好？但是大部分人都告诉我是没有 Touch Bar 好，而且我收到好多私信，就说真的没有必要买 Touch Bar， 就是很容易坏，也不好用，所以我就没有买。这个 Pita Bread， 这个我一般就是会放到烤面包机里这么烤，然后这个可以配，不喜欢吃橄榄的朋友就可以不用买了，但是如果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吃橄榄，而且它这个橄榄味真的没有那么重，它是那种特别好吃的，像那种怎么说呢，反正就是配面包或者配这种饼吃的，或者可以配 chips 吃，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。然后我也会配一点 hummus， 就是如果吃这个饼的话，两盒 berry， 我太喜欢吃这种各种的梅子了。今天其实没有买很多零食，因为我们家吃的东西还很多，就是买了点存货，饺子，香蕉，我每天都要吃的，必不可少。然后就是两个橙子。上课，上课，我又换了一件羽绒服。希望我今天看先锋派电影，就是保持清醒，千万不要睡着。四个小时的课，一般两个小时。对，然后我们饿了就买了零食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刚刚考完试，然后我买了一个 chocolate croissant， 然后 soy latte。你买的什么 ？Caramel macchiato。空无一人的教室，好爽啊！我吃星巴克的 croissant 一般都让它加热，但是唯独这个巧克力都不喜欢加热，因为就吃这个巧克力就脆脆的，如果加热的话就它就变了。我猜猜你买的什么？你是不是买的 chocolate croissant？ 不是 ，She's Danish。对的，它是咖啡里面的碳酸。这个 soy latte， 再加个别的东西 ，vanilla， hazelnut， toffee， caramel。Hello， 大家，上完三节课，好累。我最近真的超喜欢穿这条就 IMG 的白裤子，就很适合上学穿。然后今天晚上小飞请我去他们学校，就 Berkeley 去看他们的音乐会。现在是5:30，然后音乐会是8:00开始。我打算随便在家可能煮个泡面或者吃个速冻饺子，然后就去看音乐会啦。比较大呢，吃晚饭之前先来点 snack， 就是香蕉配 peanut butter。我吃肯定不会是豆面了。第三个说的印二，我没看懂，认为又是好人，所以我认为吃是冤家不是狼。Oh my god， 好香好香啊！就那种竹粽叶的香味，还有那个肉的香味。然后我刚刚打了一个鸡蛋，打算做一个鸡蛋花蔬菜汤。带一块肉，这也太美了吧。我觉得肉粽的精华就是一定要有肥肉，然后你看这块肥肉就已经把它这个肥油渗到这个米里面了，哇，太满足了，没吃饱。我现在在吃 The Trader Joe's 买的这个 pita bread， 配 hummus olives 还有 tahini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五号是一张肥的话，就是排上排去就在24人。给你们推荐一个这个迷你的小吸尘器，我一般用它来吸就是头发之类的，因为我就觉得买大的吸尘器很麻烦。然后我因为我自己住嘛，就是地方也不大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够了。
Hello， 大家，我下午收拾完房间就去了健身房，然后现在刚洗完澡，然后要去跟朋友吃饭啦。我们今天去一家吃意面的地方，然后带了一个这个你们经常问的这个耳钉，这个是迪奥的，然后它这边是这样大的，然后这边是这样小小一个。新年快乐！我喝白的啊，我喝白的。点了一个 meat sauce， 里面有猪肉、牛肉。也点了一个鱼。Della 跟我点的一样的。没了。小飞点的牛排，然后 Johnny 点的是意面。嗯，来一口小飞的牛排。哇，好吃哎！这家餐厅我给他8.8分。我们点的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来，点了亲，这是你的，就这样。豆瓣上搜错去的人。正直善良，外表儒雅，我非常热爱。刚把相机好像要再拿出来，因为我今天要拍作业，然后待会儿有两个朋友要来我家，然后他们来当我的演员。之前也跟你们说过是学电影的，然后我这学期的第一个作业就是一个默片，就是 silent film， 就是2到3分钟的一个作业。虽然只有2到3分钟，但是应该还是要拍一天的。带两个贵妇，两个贵妇，今天是我的演员，对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外头的天都已经黢黑了。然后我终于拍完我的作业了，但是明天还有一个，还有几个镜头可能要再去，我朋友家补拍一下。现在要跟 Della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去我家楼下吃寿司。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，我的最爱。嗯，我想打人。Snow Mountain Roll，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 Shrimp Tempura。吃完饭，我们回家看《明星大侦探》。然后刚刚我点了奶茶，我要了一个。谢谢，我要了一个这个 Taro 香芋珍珠奶茶，然后 Della 要了一个这个绿茶奶盖加奶盖，然后就第一次见这种包装，好神奇啊！但好烦啊，就是你还得把它弄开，我觉得它这个有点不科学。一个抹茶绿不是绿茶奶茶，然后我点的香芋珍珠奶茶，我特别喜欢吃珍珠，但是它。不喜欢吃珍珠，他觉得吃了国内的一点点的珍珠。哦，那个珍珠的，好喝。嗯哼，茶配奶盖。哇，好甜。你这是什么半糖吗？我真的长大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刚刚吃完我的早饭，然后我现在又要出去拍作业了，因为昨天拍的那个还没有拍完，今天去我同学家补拍下一个场景。哎呦，那是我的三脚架。好，谢谢我的女主角，这个戏精，上海戏精学院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拍完片，然后准备去趟健身房。拿水杯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穿的运动服。我健身的衣服最喜欢的就是 Lululemon， 我觉得他们家衣服都超级舒服。我已经练完了，然后今天健身房人又挺多的，我又没有录。现在已经6点半，然后我打算回家自己做点晚饭吃，然后作业还挺多的。还有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眉毛的变化？因为我觉得眉形真的特别重要，对于女生来说。现在不知道找没找到我自己适合的眉形。我真的不会画那种太平的，因为我本来的眉毛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棱角的。又到了晚饭时间，我打算吃一个这个 Trader Joe's 的 Ravioli， 就是意大利饺子。然后我买的是这个蘑菇味道这样的冻的这个 Ravioli。
棕色块块就是它的这个 sauce。 我做了一个麻油青菜汤，超级浓的蘑菇的香味，超级超级好吃，强烈推荐。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蘑菇，喜欢松露的话。刚并没有吃饱，所以我现在又在吃这个 Trader Joe's 的 pita bread， 然后蘸这些东西，超级好吃的。刚用烤面包机把它烤了一下，然后就是这么蘸这些东西吃。Hello， 大家，又是周三的晚上，发视频的前一天，刚在剪视频，发现又没有 ending， 然后现在来赶紧给大家做个 ending。如果你看得开心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。然后，这周日我应该会加更一个视频，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啦，那就不废话啦，我们这次不是下周四见，而是周日见喽，拜拜。